这是我的老师张教授，和师母王教授。张教授好，王教授好。你好，你好。我们多点几个菜吧，如果吃不完就打包给郝慌，有好几个味道我都想尝尝。千金，我想请你帮个忙。什么忙？我碰见了我的老师和师母，他们也在门口等位，但是呢，前面还有十几桌，所以可不可以把这个包厢让给他们？啊，我请你到别的地方吃。可以是可以，但为什么不能一起来吃啊？你不介意？我为什么要介意啊？我请他们去。嗯。老师，师母，来。你好。啊。这是我的高中同学乔晶晶，晶晶。这是我的老师张教授，和师母王教授。张教授好，王教授好。你好，你好。来来来，坐吧坐吧。哎，这边请，放这边就好。您请坐。好好好，小姨呀，你什么时候有这么漂亮的一个高中同学呀？啊？我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一样啊？今天是师母的生日啊？没有，今天是我和你张老师我们两个人的结婚纪念日。每年我们就在这个饭店我们吃一顿饭，其实今天我们也是定了位的，但是到这儿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找不到我们的定位记录了。生意好啊。老师，今天是您二位的结婚纪念日，那我们就……没事儿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和张老师我们两个人就喜欢热闹，有你们两个人陪着我们吃饭，还有这么漂亮的小姑娘，呵呵，我们还真是求之不得呢啊！好，那今天我来安排。啊，不用了，我们在这儿吃了几十年，哪个菜好吃我最清楚，你们俩今天就算是来蹭饭的啊。是你蹭人家的包房。服务员你好，是要点菜了吗？对，冷菜一个熏鱼，花雕醉鸡，一个糖藕，还有个糟香四宝，就这四样。热菜嘛，红烧肉是肯定的，哈哈，再来一个油爆虾，再来。老师，会不会油了一点儿？得清淡一些。难得难得。再说你们年轻人今天在吗？一个小豌豆，黄鱼面，就这些吧。啊，好的。没有出去玩啊？一直在上海。对，在上海有点事儿。我正好要找你，玉兔啊。你的问题我已经帮你解决了，